刷下来，咱就要来恭请今天的贵宾副总统萧美琴，萧副总统将大家来致辞。台湾有疫情，但是冇进步，啊嘛是有济济台湾人，亲像黄祖静、黄家同款，疼惜这片土地，保存台湾的文化，甚至是用自信来看待世界。咱台湾才有这个机会，今仔日有尊严的站起伫这个所在。啊，今日嘛感谢在座所有音乐家，用恁的歌声、甲恁的专业、恁的才情，啊，唱出也是弹出台湾人的故事，予所有在座的朋友拢会当共同伫中秋要来的即几天的时间。啊，有这个大聚会，这个地球上有台湾的存在啊，这是咱现代人的一个责任嘛嘞。啊，而且希望感谢各位，这么热烈来参加第27届的这个古厝音乐会啊嘞。啊，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，多谢，多谢各位。对啊，像这白天，像春天。